这件穿起来很寒呢、欸。欧尼的款式好，三个颜色，白色、卡其色、黑色。因为它这个如果爱穿雪纺上衣的人，最近可以包色、欸，因为它好搭、嗯。它是做这样小小的这种包扣，它全扣起来就是领子比较小一点，但是它是那种透气好看的，还蛮多韩国女生喜欢穿这种，有点微微的小复古的这种圆领。而且你扣起来的时候，这边会看得出来它有一点小抓皱。我要有一点微正式的时候，我开几颗扣，配一个秀气点项链，它就可以当上班族的日常穿搭。而且这件雪纺也是舒服的哦，很滑的面料，然后这件算是比较薄一点的雪纺，它的袖口做一个弹性。其实这件放出来的话，它也是属于就是不会太短，可以遮盖住你赘肉的那个地方。然后前面也一样，小腹都盖过了。如果是偏成熟一点女生的话，我觉得可以选黑色，觉得看起来有点微正式，然后或是 lady 的感觉。喜欢大地色的人的话，咖色就可以选，因为就是好搭。温柔小姐姐，你就是一定要选性感。哎、欸，很会搭、欸，是谁点菜的？这样搭起来，其实就是韩国另外一派女生清新风。比较文青的那种感觉，很适合，又增加了可爱度。这一件真的就是百搭，就没有分季节，真的。